一般大家说到红法，都会立刻联想到爱尔兰、苏格兰区域。但定居于德国的美国摄影师 Brian Dowling 却走访世界各地20国，找到超过130位纯天然的红法美女。根据统计，红法是世界上最少的发色，约只占人口总数的 1%。红发在老化后不会变成灰色，而会变成金色或纯白色。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Brian 在世界各地拍到的其中30位红发美女吧。1. 乌克兰 Alina 2. 美国 Madeline 3. 苏格兰 Kirsty 4. 荷兰 Carmen 5. 德国 Chrissy 6. 乌克兰 Alicia 7. 英国 Ellie 8. 北爱尔兰 Elias 9. 俄罗斯 Maria10. 爱尔兰 Gracie 11. 爱尔兰 Eva 12. 乌克兰 Alina 13. 英格兰 Ruby 14. 加州 Elena 15. 英格兰 Tara 16. 乌克兰 Nastia 17. 波兰 Beata 18. 德国 Kim 19. 俄罗斯 Masha 20. 德国某位模特儿 21. 澳洲 Shannon 22. 美国 Sophie23. 英国 Natasha 24. 英国 Sophie 25. 苏格兰 Kirsty 26. 俄罗斯 Daria 27. 雪梨某位红发美女 28. 南非 Vanessa 美国 Bridget 29. 荷兰 Judith 30. 奥地利 Lisa 摄影师 Brian Dowling 表示，他拍摄这系列红发美女照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于红发人种的歧视和刻板印象，让大家发现红发的人一样也可以既美丽又性感。大家看完这系列美丽照片后，对于红发的人是否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了呢？